Hello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哇，哦，今天好累哦。八点就起床了哦，刚刚才到家。我们今天，因为今天我看有更新，今天好像更新了那个工会的任务哦，捐赠，然后两次副本，四次副本，然后还有捐赠哦。OK， 完成工会副本获得额外奖品。OK， 还有技能的任务，哇靠腰啊，那不就涨爆了？25块，涨了4钻，哇，900钻，就升级成功才能解啊？还是有去按就可以解了？失败也可以，好，要几次啊？哇靠，过嘞！哇操，我已经10几张爆嘞，居然过了，这个时候就给我过！哇哈哇哈时间，哇哈时间。先瓦哈再说，瓦哈之后就是工会时间了，可以不用买那么多活动也会送，来不及了！哇靠，屁啦！怎么被打成这样？怎么对面已经杀6个了？太快了吧！屁啦！屁啦！鬼抓人时间呢 ？No man， 我的瓦哈拉结束了，好快哦！靠，太蠢了啦！被秒杀欸，我们来打那工会的那个好不好？打打看，我不会打，没打过欸。工会副本，混沌的巨大宫殿，所以我应该怎么办？副本入场，等一下，这是一人打的，这不能组队啊！啊，我直接入场了，一起打的要进会7天。哈，那我按副本，我看，哈，什么意思 ？What the fuck？ 是自己打哦？哦，看贡献值啊，有啊，有别人啊。可以几个进来？全工会一起干！我开了，我开这个，大家才能进来，是这样子吗 ？Oh shit！ 那我应该先公告的说，他可以，他每天有吗？还是打完就没了？1个礼拜2次，我看一下我下次什么时候，搞不好要把一次留给下次哎、欸，让我们早一点公告，不然不优秀哎、欸。哇，我下次奥丁要下礼拜了，因为刚好我这个周末都有事情这样子。那搞不好我们今天要把它打完欸，那我在 Discord 超级公告一次好了， Go！ 这种需要组队吗？还是工会大家就会补到了？ One Go！ 哇靠，塔克没了啊！不要啊，我拉不住啊！大家小心啊！我怎么打他，他就是不看我、欸。早知道我玩那个什么防卫者什么的，哇！李波疯狂被揍欸 ！No， 他死了，没了没了。大家自己注意，要清狼对不对？哇，这小怪打很难很硬欸，哇，完蛋了，尴尬，是不是我们的人快死光了？哇，我们工会可能全部打起来都全部来打也不一定欸。哇，弓箭手的射程刚好在我的补血灵气外面，太智障了吧！哇，又来了、欸，哇，不行欸，没办法欸，不能清小兵欸，要打柱子哦。OK， 哦，我打柱子打完应该老死了吧？真的快团灭啦，不行啦，撑不住啦！哇，那个钢弹太多只啦，柱子打光会怎样吗？其实我们应该一开始就打柱子，对不对？干，绿柱又重生了，去打王了啦，不要浪费那个，我来拖住他们。靠，柱子会一直重生，那好像也不该打柱子。狂欧王就好了，我靠，不要被围死！Holy fuck! Oh no！ 好难欸，没料欸，啊，这样子他血量会重复，会累积吗？啊，会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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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我觉得1周2次，我们有机会，我们工会有机会1周清掉。我们刚打的第一次这个尝试啦，就是有点拓荒啦。那个网页有那个这一次的那个改版，把它拉出来秀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好，这次更新内容有这个工会副本，就我们刚打的这个混沌的巨大宫殿。那参加的门槛是。工会等级达到4级以上，然后呢，你要入场的话，你要加入工会7天以上，然后每一周可以进入挑战工会副本2次，每次进入工会副本的战斗时限是15分钟，然后进入工会副本就会扣除1次入场机会，成功挑战不同阶段的工会副本之后，将不会扣除入场机会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如果击杀的话就不会扣除。工会副本有10个阶段可以杀死他们。每个阶段与 BOSS 战斗并杀死他们会获得个人奖励，
最终击杀 BOSS 会额外获得工会奖励，然后登记在工会拍卖中。每周一四点重置啦，工会副本重置后，所有进入副本的人员将被强制退出工会副本。新工会系统，工会攻击队更新，那会长可以生成攻击队，然后加入工会24小时就可以加入攻击队这样。工会会长可以生成攻击队，工会会长可以向这个邀请，那收到邀请可以加入，然后攻击队的成员可以参加工会拍卖竞标，开始拍卖，工会长点击开始竞标阶段，加入工会一小时之后就可以那个分配方式，精英 BOSS 参与打败巨人统治者，精英副本 BOSS 及攻击队获得击杀获得奖励会在工会拍卖中登记，在工会副本中有贡献的成员可以分配，他等于说是系统分钻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打到东西他会以工会的名义去卖，卖出来的话会以攻击队去评分这样子。OK, 大概就是这样。好像差不多了。部队集合。来来来，这次可以几个人进来呢？哎，慢点慢，怎么有人被打了？等一下，怎么有人被打了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等，这个怎么被打了？喂，快跑快跑。哎，怎么已经有人在拉怪了啦？哇，看不行了，要开打，不行了不行了。怎么会这样啦？直接打王。洗他的血，那自己被王叮，如果扛不住就走；被狗咬、被叮的话，也就直接走，不管。然后如果血比较少，离那个柱子远一点，那柱子有时候会打人，痛痛的。蓝柱子会沉默，绿柱子中毒哈。我觉得中毒还好啦，但蓝柱子会沉默就不能沉默哎。啊，我真的拉不住花生跟那个一直会 OT 耶，超强。我觉得圣骑没有那个嘲讽技太不舒服了吧？我要氪金买技能书好了。早知道圣骑士这么不坦，这么吸不了，就不练圣骑了。妖王就不屌我啊！他在拉我了，我在拉他了，我终于在拉他了。他妈的，只给我拉一秒，太不舒服了吧？最后一条，理我！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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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理我！理我！我要放回血灵气，还是我要放那个异常状态抗性灵气好了？抵抗之阵啊！Man, 可以吧？拿到什么？我们拿到什么？这个是工会里面的人可以去拍卖是吗？有打的啊，这个东西是要卖多少钱？哇哦！为什么？这可以干嘛？为什么这么贵？技能施展速度不是啊？这个卖1000，有人会买吗？有人会卖吗？这个呢？这有290啊！我就反正就直接点拍卖开始就对了，谁会买啊？工会先挑啊，如果一小时没人买就怎么样，流标的话底价分钱，他底标多少，投标最低53，投标如果这个东西外面卖，1099，可是工会站开放之后他应该会变便宜一点嘛，不然我就1000块买嘛，我就买下来，然后大家就分嘛，反正出去卖也是1000啊，我也没办法分钻石给大家啊，我不如这样子吧，留给需要的人。对齁，想要的自己投标也是齁，你们自己投啦，剩一个小时哦。对啊，有人需要，那我先投一个感受一下好不好，投个66块这样子好不好，这样子好不好，是大家你就投一下，这出来这么便宜，我来投这样子。